徐老师，我看你真的是越活越糊涂了。这么多年风风雨雨，哪件事儿我没摆平？你要是再敢动歪心思的话，我保证你活不到晚年。这些东西我就先替你销毁了。今天的事儿就暂且当没有发生过，你去安排一下，让我和新来的会长见一面，我保证。 让你风风光光的继续做下去。好，陆源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安排，我来安排。陆总，上次区里头文艺汇演多亏你和徐教授的帮助啊，感谢感谢。哎呀，李会长您太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李会长有什么需求，尽管来找我陆源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啊。 所以，李会长，您看啊，我的老师，他原本呢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老师，他现在之所以能够坐在副会长的这个位置上，只是因为他是我的老师。哦，我这个人啊，对待自己的亲友呢，从来都是关怀备至的，而且你也能够看到，我是有这个实力的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，陆总。 你刚才是在试图来贿赂我？你把刚才说的再说一遍。所以就是没得谈喽。陆总，有事儿就是有事儿，没事儿就是没事儿，跟谈不谈有什么关系啊？ 上面调查，这很可能影响东明的声誉。我觉得，我代表董事会向你宣告，希望你能主动卸任东明集团代理董事长的职位。三天内，要么你自己主动卸任，要么由董事会投票帮你卸任。话虽然难听。 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这件事要是放在以前，我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。但这次不一样，我侧面打听过了，上面给了硬性的指标，如果不能挖出一两条大鱼的话，他们是交不了差的。大家都知道我跟你走得近，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正盯着我呢。今天我走进了这个报社，是来感谢远哥这么多年的照顾的。 我正好有个朋友在调查助理，他可以帮你拖延一阵子。或者，如果你愿意多承担一些罪责的话，他可以想办法把海月嫂子身上的污点擦干净。那就拜托你了，你先帮我拖延一点时间吧。好，我尽力去办。
哎，刘老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陆，陆远啊。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哎，这个最近您身体还好吗，刘老？啊，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接下来你尝试着打点李会长的下属，也尝试过联系李会长的上级，然而均以失败告终。东明集团给你限定的期限越来越近，你找不到帮手，以前与你推杯换盏的朋友都恨不得立刻远离你，过去走走关系就能摆平的问题现在却变得无从下手。你发现你越挣扎就越能认清自己的无力，此时此刻你心里就只剩下一个想法，完了，这次是真的完了。大晚上不回家，我就知道你会跑到这儿来。怎么了？事情很棘手吗？没问题的，我能解决。你放眼望向远方，以前漆黑一片的地方现在已经变得百家灯火夜如昼，这便是时间的魔力。陆远，这些年很不容易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什么样的结局我都能接受。赚钱，给我花。好，给你赚钱，给你花。柴总，之前呢咱们有诸多的误会，但是误会啊都是可以消除的嘛。我敬您一杯。开车不喝酒。好。啊对，开车不喝酒，我先干了。柴总，上次董事会的决策下来了吗？你和东明签的所有合同都存在问题，东明集团董事会一致认为你要承担违约责任。我是代表东明董事会过来的，董事会将以亿元的价格收回你名下的全部股份。我不同意，你们这就是在强取豪夺。我们现在手里可是有很多你和史大强相关联的证据，
如果报出去，不仅你会坐牢，或许关海月也会被你牵连进去。反过来的时候已经吃过了，我就是来通知你的。签好字之后，记得立刻送去公司。近期，东明集团内部存在的重大问题，成了影迷广泛关注的热点。《沧海三生肖》第四部能否在今年顺利上线，如今也变得不甚明朗。据悉，东明集团高管关海月主动向有关部门投案自首，承认自己近十年来多次进行经济犯罪，涉及贪污、行贿等诸多罪行。2010年，澳港电影节为了帮史大强通过投资电影洗钱，我贿赂评委，换取支持。2012年，在拍完《名利游戏》这部电影以后，我开始帮史大强处理他私人的黑色收入。史大强很信任我，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来处理。多年来，一共进出账有超过10亿。你明白他的意思，关海月这样做是打算牺牲自己，扛下所有的罪责，这样一来大家就都安全了。做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，如果你还想跟我有以后，那就好好等我，不准乱来。现在你哪里都可以去，新西兰风景很好，难受的时候就去散散心吧，顺便看看景，说不定下一部电影就能选在那里拍了。我知道一路上你做了很多妥协的选择，但从现在起你可以重新开始了。我希望你好好拍电影，好好生活。你是一个成功的导演。现在啊，把这一切事情都给他了了吧。以后啊，你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挺老实的，把柴进给的合同签了。闹下去啊，这事儿只会啊越扯越大呀。海月是个好姑娘，不要辜负她一番好意啊。这就对了，来，陆岩，喝茶，来。
海月，你怎么自己走出来了？是普桑太老了，半路抛锚了。我在这修了半天。我来帮你吧。阿姨，多吃点瓜子啊！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说，好不好？大叔大姨，多吃点水果，有什么不够跟我说啊！好，哎，李叔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来坐坐坐坐，李爷，谢谢谢谢谢，来坐，你们终于来了啊，迟到了啊，坐那边。哎，老福，谢谢，新婚快乐，坐那边啊。老张，这边，哎，欢迎啊！红包礼金放在这边啊，珠宝字画放在这一边。没带现金的可以扫码。哎呦，这两个大呀，真有啊，太糖了。我远哥结婚，这牌面我得做足了呀。陈英，大哥，你这小子，这么多年混得不错，混得再好。你也永远是我大哥呀！新婚快乐，谢谢。等会儿咱哥俩多喝几杯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欢迎啊！红包礼金放这边，珠宝字画放这边，没现金的可以扫码。这是我随的礼。这是一个盘吧？这值钱吗？这徐老头，你可注意点，这里边可装着好多钱。好多钱？总之你替陆远收好就是了，千万别弄掉了啊！这是放这儿呢，还是放在这儿呢？哎呦，那好像是以前的影星高廷玉吧？哎，您现在是高总。陆远还认识这么大腕儿啊！哎呀，咱家海月，我没有想到你们真的会来。我发请帖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这个大忙人把我给忘了。小袁天天念叨着你呢，等他考试完，你带他去玩呗。一定。陆远，以后你要是婚姻生活不幸福，想找刺激的，记得来找我，我给你安排。说真的，还能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陆远。我可都录下了啊，想想好等下怎么收买我吧。不是我开玩笑的，我现在哪敢有那种心思。哼，我可不信还有你不敢做的事儿。来，坐吧，坐。结个婚真累啊。陆远，好久不见。小梦，是关小姐给我发的请帖。他说这么重要的日子想邀请我来见证，所以我特意从国外赶回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也算出现在你的婚礼上了，这样也挺好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此时此刻我想所有的嘉宾都和我一样，里边坐吧，怀揣着一颗万般激动的心情，万分荣幸我能主持这场婚礼。来，在这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我非常有幸能够和大家一起在这里见证两位新人的爱情。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步入婚礼的殿堂。如果说爱情是美丽的鲜花，
那么婚姻则是甜蜜的果实。如果说爱情是初春的小雨，你怎么把小梦叫过来了？那么婚姻便是雨后灿烂的阳光。我不光要把他们叫过来，我还要让他们坐一桌，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从相识、相知到相恋，走过了一段浪漫的爱的旅程。